林老师大家，我是林，我是林小胡。好，我是林小胡。回到之前了，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奥苏珊娜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刚刚弹错边了，弹错了啊。好，来这里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来。三、二、一。中间也弹错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刚好弹对啊！对啊！我在干嘛？过来看，你要看镜头。我刚才弹对，那我在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，这一块擦掉来。三、二、一。有点好玩。有。里面在吃什么？香蕉。给过后看一下。香香，香香。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蕉蕉蕉，香香蕉。快点，再。好了，走。爸爸弹，自己弹了。可以啦，这个地方做一个，这样才是哲学题。再好，三二一。
你和弦你要两，你是两只手，我爸爸只会一只手，爸爸不会按和弦的。拜托你，你一只手，我用和弦的，三二一。合不起来了，快点来，两只手，两只手来。好，先让我休息。一动，喂，还真的有声音。有啊。我都没声音嘞。嗯，这首爸爸今天才学的，快点来。对啊。最后我弹错了。哦，好，一次解决好不好？你还是你先自己练习一下。还是啊，直接就来。我先练习。好，三二一。这首这首，我们要弹到那个闭着眼睛都能弹。啊哈，我这个就可以闭着，哎，这个。但是爸爸今天只弹这一首。等一下，我先弹给你那个。不要弹别的，我们今天只专心这首，不要去弹别首，一次专心做一件事情来，好不好？再来，你来。三二。刚才那个也是 OK 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来玩一玩就好，随便玩的就好了，来，快点。爸爸想弹这首，爸爸原首不会。三二一。就接下来你接得上来这个就很棒，你弹到一半弹错了你就要想办法接上来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之前悠悠班还更厉害，那个山贼那个部分我虽然有弹一下下，然后我就就直接弹下去什么？和声哦，和声这指法太难了，爸爸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学。啊，很简单。太难了啦，太难了啦。至少可以学这个。低的。对。可是我弹这的时候，这边不会弹到啊。发烧啦。只专心弹一个和弦就好了，是吧？好，来，再一次来。
3、2。但是左手我都很一样的，来再去再去快点，最后两次了，来快点，三，你来，3、2、1。看 ending， 这边就帮我按个赞，还有个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一定要开始收听，听什么东西，还有订阅，不然那么早就下班。